来国军英雄馆为年底开始要陆续来停止着旅馆大门服务，上主要是无摕到旅馆的执照，所以要转型做餐饮。真侪人接到这个消息，真不甘。小火的平台加金色的煎蛋配菜，简单的早餐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这是台北市国军英雄馆150块一顿早餐，食汤海，声真济人起来。不过大所在，伫咧迷你旅馆都要暂时动起来。这里方便嘛？嗯。也很安全嘛。现役军人或退伍军人，他们要跑来跑去，那就是一般的旅馆或那种，我觉得大大的不如这种。用用无利息服务，予真济人是真意外。认真2005年通过发展观光条例，就要求旅宿业者需要经过申请，符合条件摕到旅馆登记证、专用标志，才当做生意。各个英雄馆所在的各县市的相关的一些环境因素条件，哈，可能都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土地的使用区分，或者是说我们土地的使用权，或者是说，我们的经营的一个条件符不符合，这都是我们的一些限制因素。国军英雄馆经营真好，为本地了钱，变即卖有赚。如今大理石服务要暂时动起来，包括招待所在内，全台湾拢总九间英雄馆会当提供大理石。花莲会地动了后，就停业搁单。台南平湖含金门提供大理石到年底，台北台中高雄基隆含台东，伫咧明年二月初三就暂时无大理石案内服务。我们会推动不同的一些多元化的服务，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着重在餐饮的一个服务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休闲服务。那另外就是其他的住宿，如果符合条件，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这个去符合法令，去申请。未来可能会拿到旅馆登记证，这真歹讲。不过当确定的是，这不是国军时代目屎，嘛让旅客减一个舒适、小个短话、大理石选择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